哦，有点那意思啊。变音了啊，没有出现红条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这期的视频啊！这期视频跟以往不太一样啊，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我经历新冠的这个全流程哈，以我的亲身经历啊，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，知道每一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这个你看我这个屏幕啊，这个故事发生在21号晚，我觉得身体上有点那种肌肉酸痛，然后我一量体温就到了38.4了，当天晚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无缘无故，感觉好像就是走了5公里一样的路，然后就开始肌肉酸痛。然后第二天醒来呢，就是这种咽唾沫、喉咙疼，然后我看了镜子里面这个喉咙就已经开始发红了，然后也没怎么当回事儿。然后23号呢，这喉咙就开始更疼了，但是也没有再发烧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吃了一个这个消炎药，就是这个止疼也有点那种形式的这个 Advil，这边比较常见。然后呢，到了第24号，然后我就开始头疼了。25号就开始这个鼻子有点堵了，然后我觉得这就不太对劲儿了，这一天比一天重啊。然后我就去这边这个测试点，然后拿了一个那个新冠测试，那个他们一下给3个，然后就让回去去测。然后这不测不知道啊，一测直接新冠了哈。温尼伯这边有好多测试点啊，然后你直接去就行了。我去的那个是一个能开车，然后就不用下车的那个，然后他就给了你这么个袋儿，你就跟他说我要这个快速这个测的这个东西，他也没问我什么任何问题啊，我就要，然后他就给我了啊，这东西也不收钱，他就给你这一袋儿啊，这一袋儿里面一共有3套，然后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长棉签儿，然后有一个这个试管，还有一个这个缓冲液，还有就是这个测试的这个显示的这个东西，用它这个长棉签儿，你先捅到鼻子里面啊，尽量往深了捅，然后别把自己捅坏了啊，然后就捅进去之后。然后你把这个里面这个缓冲液倒到它这个小试管里面，然后你把这个捅完了之后塞进去，然后晃一晃，摇一摇，啊，然后呢，你把下面这个口一解开，你就把这里面这个水连同你的鼻涕啊，然后就直接这么倒到这个试剂盒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显示，这是我之前那第一次测那个，然后就是这个第一根线这个 T 的地方就变红了，后面 C 那根线不用管，就相当于是对比组啊，那个但是 C 不能没有，就是然后就是两根线就是 positive，就是阳性，一根 C 的话没事儿。但是我这个很不幸，然后就给阳性了，然后给我吓够呛。这是到了第25号了，然后二十六号就更可怕了。26号我就直接失去这个嗅觉了，这是最可怕的，闻不到味道了。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这个经历过的，就是从来没有说是感冒能就是彻底闻不到味道，不管是鼻塞怎么样，以前鼻塞都没有说是彻底闻不到味道，这次是真的一点儿都闻不到。我觉得整体这个新冠它给我的体验就是一个重感冒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最可怕的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最可怕的就是这闻不到味道这件事情，我觉得真的是简直要崩溃了，就跟有点那种就是暗无天日的那种感觉。我拿醋放到鼻子这儿都闻不见，都放到这儿了都闻不见的那种感觉。就是你用鼻子吸一下气，按理说你应该感知到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气息，对吧？有内容，但是什么内容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有点恐慌了。但是呢，就是再往后28号、29号都没有，然后我就特别难受。然后到30号的时候，我吃米饭的时候，那个米饭那个热气一腾，然后我感觉到好像啊，这个熟悉的米饭味道回来了，就是但是很少，就只是5%，然后10%的那种样子。然后赶紧去试了试醋，然后就很用力的闻一下，好像还哎能闻到醋味了。哎，这一刻我就觉得至少是在低谷往上走的时候了，不会再往下走了。然后或者说它不会是一直平着了，它至少是往上走了。然后后面就开始就是恢复了，就慢慢这第30号的时候已经是第10天了。我从那个小红书上看别人那个自愈的那个经历啊，就是说他们都说是第10天之后这个嗅觉就能慢慢恢复啊。当时我没恢复之前，我那个简直心里绝望的，就没地儿找安全感，就只能看看别人到底怎么恢复的。我说该我到第10天了，再不恢复就比别人都慢了。没想到第10天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好转了，就是这么巧，就是这么准确，这病毒很精准啊。正好这第10天，这31号的时候也是国内快过年的时候，我说赶紧好吧，不好这个怎么交代呀？然后正好也就好了点儿，我正好也给家里打电话，然后就说我是得新冠了，但是我没事了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他们就是国内比较紧绷嘛，然后他们也就放心了，然后就是也目前也没什么症状了。所以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说，如果你也失去味觉了，如果你也像我这么样绝望敏感的话，就是千万不要担心，就是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，我就告诉你一定会回来的，只是每个人的时间长短。千万不要担心，放松心情，然后多喝 VC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养这个事情，大部分人都是能自愈的。
当然，最好你就是别得。我这就是上班的时候被人给传染了，然后反正也是现在这边加拿大这边也是防也防不住，大家都已经不管了，这个放飞自我了，也没有什么这个防护也不是很注意了，所以没办法，这东西得不得吧，早晚得得。我希望大家肯定就是从源头上就先别得这个，这真是受罪。有的人还不一定能彻底恢复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去这个冒险啊，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护。好，这次这个我这个新冠的时间线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，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强身健体啊，保持身体健康，提高自身免疫力。在这儿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啊，一定要身体健康，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就是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peace。